这我现在要介绍这恁阿健真正主厨。恁的菜市还捌买过一只鱼啊无？哎，你敢有讲要点啥？罗牛筋。罗牛筋，啊，带来罗牛筋进来咯。牛筋我先备。来，这个咯。来，台下客客，红色的客几个？红色的客四五个，这不要甲四五个摆大咯。你那个多哟。注意听，牛筋哦，我足侪年无买啊。啊，到我食到这斤了，我阁决定要买。我是啊，甲你讲牛筋，我几啊年无买啊。我大概若卖手抓牛筋哦，一开始卖拢好，到尾就落客数入来啊。啊，进前食做好食，啊，即摆食哪贵啊，哪厝恁食袂落去。我食到这斤，我惊着。眷村老卤牛筋，你食看卖，敢若 Q， 敢若安尼好食啦？你食看卖，啊，调味调啊做好哦。你大概啥物拢卖啦？恁家有咧食煮菜无？你来，你煮菜，你甲偷一包落去炒菜就做好食。恁家有咧煮面无？我敢若加落食一碗泡面，学落甲你代志啊。哦，恁老卤牛筋，外口炒一包菜，大家拢知影，牛筋比牛肉较贵，一包炒起来300，加300加300，偌济？600，这大包的哦。今仔免让你加600，加500，拢总免新价钱的300，我了。来300啊！有人要食牛筋的无？300块。你若甲我买300的人家，这大包的啊，来这包我搁送你，这包搁请你来300，啥物食牛筋呢？来300，300块你来莫着。有人要食牛筋的无？300块，新的你也配了。300上面300块。哎，300牛筋啊，300块俩。你买一个买牛筋，甲你用好的一包100块，这大包，大哥也要来看咯。OK。好啦，阿无安尼啦，物件吼，我甲辣哦，互恁欢喜啊，阿莫一食物件好啊，侪个，因为我那百几样物件，好无？来好啊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我来讲啊，今仔日啊，你若甲我买牛筋，后礼拜就恢复啊，吼，我来讲无人甲你摆安尼哦，我今仔佫加一包送你，全部五个人家，人家连收拢免佫收啊，牛筋买了一包75块啊，300落啦，来300钱，袂嫌这袂嫌啊，这袂嫌的啊，来300落啊。来，最后搁三个人给上面起来300块了。300，老卤牛筋，真正你也买看嘛，敢若炒高丽菜、炒啥拢好食，真炒豆芽菜300了。搁两个牛筋的无？300哦。豆芽菜够卖啊，真的。这一包100块都无贵用啦，讲真的啊，这牛筋 Q 啊。好吃啊。搁少一个好无？300卖搁留一个。食看嘛，真正好吃啊。300。你若讲无食牛，咱就卖买。你若有食牛，我讲我听，你买200当去食看。来300，我来讲，我搁招四个人去，你若毋捌买过这包牛筋，我招四个，你会惊你试一下100块咯。来包啊！你买两包，包啦，包两个。你食看嘛，你就知啊，好不好？100块咯。100块。搁两个人去，100块算啊，没有了。100块。真心的，食看嘛 ，Q 啊。头前啊。你去收伊物件定会离啊？这袂险哦，这老卤牛筋哦。最后搁两个100块要下来无？牛筋啊。哎，你不会食牛？再来，再来一份。真的很好吃，我不骗你。最后两包真正无啊，买买啦，100块啦。哎，150哦。再来，给我包一个。来，来多只。过来只啊，帅哥只啊。过来，我给大家报告，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，日本的，日本山的物件。够人唔知这什么啊？这个马古边一个和牛。日本 A5 的和牛，日本的哦，这是澳洲的哦，这日本是肥的有够肥，够好吃哦。你捌食过牛肉入口即化无？你敢捌食过牛肉入口即化？这包你甲煮火锅就入口即化，好不好？这包你要甲炒菜嘛，入口即化用炒，哦，寿司沙用炒。有人对这有兴趣的无？无俗啊，不便宜啊，三个台啊，钱。啊，这无俗嘛，唔是我讲的，应该只要有你食牛肉，应该拢知影和牛，应该大家知。这盘敢若迄个烧烤店点着就超过500，这盘就500和牛啦，日本 A5 和牛，百股伫遮啦。这两包我来讲吼，这两包都要1200啦。我唔免互你家1200，你想要食好的，要食好的牛肉，入口即化就是和牛啊。新价钱1300，1000块。来吃啦！以为水干了，1000块有人要吃无？1000啦。来吃啦！我一包够你啊！我一包够你啊！今仔日你敢买1000个人家啦？我一包过来啊！全台湾只有牛肉和牛一盒几啊五块无？1000块有人要吃无？日本 A5 和牛1000块。1000啦！有人要吃和牛，要吃好的无？1000块，1000。我只要够你，只要够你，只要够你，全部三个价钱1000了。来吃啦！有人要吃 A5 和牛无？1000块。A5 和牛，咱要吃无？1000块。1000。来，谢谢，请我给个数。真正有和牛一包200的。我来讲啊，人家日本的物件你免失望啊。我来讲啊，我搁加一包啦，三个价钱啊，若无水收起来啦，1200啦。1000啊，有和牛无？1000块啊。
日本 A 五好了啦，1000块，1000啊，1000啊，1000块啦，行啊，给表叔。谢谢，啊，卖面叫卖面，这本地就贵啊，啊，我卖安尼算够平价，平价，真正，那无人好料，只要80的啦。好料呢，日本 A 五的呢，来，好，你也扛过收起来了。过来，你买啥物？我来卖一包，你懂无？只要你迄个小龙虾包。好啦，虾包没问题。我过来来卖这两箱哦。啊，即摆有时间啦，全部吃完。哎，刚吃完。来，阿姐啦。迄个阿姐话，恁讲哦，恁是哪边只？伊这个物件就是咱咧讲话台中上有名鸡脚冻。伊这拢免煮哦。伊这套费就真好吃哦，鸡脚冻。伊这一包130。130加130偌济？鱼啊啦！你要食鸡脚冻的人，就唔免300，唔免鱼啊，无先加一个200我了。哪200啊？港式凤爪鸡脚冻，套费就超好食。你甲我买200来，我要加一包送你。全部两个人去出手的话，有人要食鸡脚冻无？来200块呢？来200。鸡脚冻有人要吃无？套费就使吃哦，也免煮也免创哦。我来讲啊，我来讲，来啊来啊，我搁加一包送你，4包的两个就好了，200。来200。鸡脚冻啊，200块，两包好料。对啊，我对啊。切切的咯，200块鸡脚冻4包，拢有啊吗？100就看看啦。100块。100块就啊，迄个房内当收起后壁，100人要吃。好情况，好情啊。吃看嘛，100块可以试试看看啦。好啦，会使，会使。房内收起，100块人要来无？好情啊。吃好吃，你若无爱买，买200。鸡脚冻真正好食，你若买买200，100块要食鸡脚冻无？有啊，好来，你来收起，收起，是啊，收起。来，啊，你想小笼汤包我者？你搞哪要食小笼汤包？伊这一包内底有20粒啊！伊这好食，啥物事电锅脆脆的，做好食啊！300、500拢买啦，先加钱啊，100来，来买啊！有哪要食这个小笼汤包？来200。包200，不然要来无100块呢？好，头前啊，再来。好啦，你平安啦。100好啊，你来包紧啦。100有哪要来？包一个啊，包一包的。好好食啊。再来。包。100，你吃好嘛？你就尝尝。100有哪要食小笼汤包无？是啊，好嘞好嘞。100有哪要食无汤包？来比啊。100还是200？100 OK， 来一包。有哪要食汤包100的无？100了，这个小好食。拢有啊吗？汤包100拢有啊吗？有啊，好嘞，有啊。你也挺好的。我那个家己都没买，妈妈没买，妈妈买多，买安好。好了，来叫伊休了，我帮你讲一下。我叫你加一加就好啊，下加一加，下加一加，下加一加。好，赶紧看到钱了，你用讲话，我讲说加钱，我就是加钱了。这个叫鲈鱼，金目鲈鱼的下海吧。这个当个你用煎的就好啊。你要搞烘的嘛袂歹，煮汤嘛袂歹。你若要食鲈鱼下巴，唔免让你开钱，开800，规台拢百了，先加钱300块。300块。有人要食鲈鱼的下巴无？300块咯。300有人要煎的无？300。还是恁到底看要食啥？恁来当点无？恁点菜，我来陪。起司鸡块，起司鸡块可以讲，加应该用 B 的，起司鸡块。啊？鸡块啊？鸡块你要吃吗？我有，我那个鱼那什么？啊？什么鱼？那个是什么鱼？哎，什么鱼的？是哪里？跟我石目鱼。石目鱼，那这没石目鱼，这是金目鲈鱼。金目鲈鱼，有点下巴。300有哪要来无？300。哎，300哟。300有哪要来无？300。鲈鱼的下巴，金目鲈鱼的下巴，金目鲈鱼，鲈鱼下巴。300有哪要来？不要搞个，没有处理。我没有处理，没有处理，你钓鱼就好，但是不要用我处理啊。来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今仔一样只要我买一份就好。当然，把我打针就好啦。胡椒、柠檬、芋头，我来讲，等下快收啊！我来讲，家己抢啊，自己抢啊！一箱做回馈啊，好不好？今仔一箱我做，卖收啊，我华林来收。一箱我做回馈啊，好不好？互恁吃欢喜啊，吃你就知影，金马罗青，一路啊下趴。1234567，我来讲。
一瓶啊，四个鸟，介绍麦记哦，这大家拢知影介绍哦，介绍麦记哦，一箱我当作违规。一边四个客人，上新给钱的新娘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四个鸟，两百块了，这样都赚两百，两百块不到，真好吗？这块鱼啊，把比的鱼肉较好吃，大家拢知影，鲈鱼也把比的肉好吃，搁一个人给两百了，两百啊，我两下啊，走吧。啊、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嘛，最后搁一个，这块过来啦，欢喜就好啦。这块过来啊，这块过来啦，大家加吃看啊，这块过来，搁一个啊，这块过来啦，小弟啊，教练无甲你加介绍去啦。最后搁一个两百块三百，你有要吃？工钱嘛无够，吃啦。三下，还两下，三下，工钱都无够啊，真的啦。你几个？我两下，等一下找你钱。最后搁两下啦，真好卖啊，真的啊，好物件啊，好东西啊。两百块了，哎，两包。还有人要是鲈鱼下巴吗？鲈鱼也来吧。两包。我们那边家鸡巴加蒙鲁锅了。啊？青甘岛的青甘甲比，赖斯你妈去坐过了？赖斯头顶一间你食饭的，你知无？你看看铁板敢是你整只？伊整的比我低，敢伊个魔鬼？我这鲈鱼，我话你讲，最后搁一个两包。两包。两包呀！来。我当作五个月下巴了，真吃嘞！五个月下巴都无法上，我给落雨哦，你真吃好嘞！好，来，落雨哦，打五百多杀的，一包是老鸡腿，我今仔炸十五包来拢无，一包十支大成做出来，一支鸡腿五十块，十支五百，拢免注用，我烧新价钱，两百来，两百，两百块卤鸡腿，个人要食家乡卤鸡腿无？老鸡腿一支鸡腿专吃个。